今天终于出院了，一个人在病房里面住了6天的时间，终于要跟这边的病房说再见了。虽然生活在这边跟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是一样的，但终于还是可以离开这里，踏往人生下一个旅程。到现在为止，我的身体还是很痛。一个人进来住，然后也现在也一个人离开，身体也缺少了胆囊，但也换来了健康。也谢谢医护人员的照顾。继续前往人生的方向。这次花了17.7万住院，学着自己一个人办理收据以及诊断证明书，随后一个人领着药准备搭计程车出院。终于叫到计程车了，搭上去可以回家了。如果寂寞有分等级，那一个人开刀，一个人出院，我想那应该是最顶级的了。